7棒，今天的攻守表现都相当不错的叶祖轩，今天也有一支二垒安打也回来得了一分。我嗨，六局的上半3-0，目前还是南门哥桃园队领先。这球偏高，而且比较偏外侧，形成了没有好球，两个坏球。用球数哈，接近100球了哈。目前91个球。这一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，打得蛮结实的，左外手往后推，扛上去了，厉害厉害，哇，这么厉害，哇，确实是有一套叶祖轩，我那下后算就我让怎样，我怕啊，哇，叶祖轩今天真的是真的越打越好。再添一分，现在变4-0才对。手背又好啊，然后打击还有速度条件呢都相当好。这一球一扛出去之后，知道只要不要出界的话，就绝对是全垒打。这是他生涯的第二支，去年他有一发全垒打，那这支全垒打是他今年球季的第一轰。这球哈投的比较甜了，中间的偏高了。打出去有那种小钢炮的味道了，我确实看着。